是个瘸子，我看是个疯子吧。他要干什么呀？景王殿下，公主，景王这是什么意思？小七陪伴本王数载，骤然西去，本王心痛难耐，唯有祭洒纸钱以寄哀思。公主，王爷老有心丧，哀痛至极，有失礼之处，请公主见谅。小七是什么人？小七是王爷养的一只龟。你居然敢骂我们是王八。本王祭奠老友，公主多虑了。看来本王的小八与美人倒是有缘啊。你要做什么？美人来言做什么，本王便做什么。王爷，美人们进京之后，经过大选，才分至宗室臣工府邸。那本王能分几个？皇室宗亲四个。四个。可本王挑来挑去，只觉得这个美人最合眼缘。可若只选一个，本王又亏了。这样吧，剩下的三个，小八替本王挑吧。王爷，不是你说的能挑四个吗？按照礼制，要经过大礼之后才能选。哎呀，那本王当的这个迎亲使有什么用啊？够了，他们是和亲美人，不是战俘，容不得你折辱。百名和亲美人换万名战俘归燕，这笔生意是你们西燕先提出来的，本王只是顺势而为，何来折辱一说？你要怪，就怪到你父君头上。